房子我真是太喜欢了，是吧？哎呦，这格局也好，敞亮大方。你说孩子住在这种地方啊，他的品德肯定也是正正派派的。没错没错，请坐。是的是的是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一辈子哈，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，唯独我儿子，从里到外，真的让我骄傲。无邪面瘫。哎，这房子我要了。 成交价已经告诉我了，这个价格是2580万，对吗？啊，对，但是您就这么定了，不再那个商量一下，再考虑考虑吗？不用再考虑了，再考虑呀、啊，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啊，哇，支撑了。哎，房子卖给有缘人，我也开心。<笑>谢谢大姐，哎，小程。哎 这购房意向书你带来了吗？要是带来，咱们现在就签了吧。抱歉啊，那个我底去给我儿子打一电话，因为呢，这个房本是他的名字，他回来签约。啊，那个，来，你们慢慢。赶快叫回来，叫回来，这么优秀的孩子我也想见见。好的，好的，先去。啊，李阿姨，这是购房意向书。按照流程，如果这房子您今天定了的话呢，您得给白阿姨打10万块钱定金。嗯嗯嗯，啊。 10万啊，今天出来太匆忙了，我没带那么多钱，啊，没关系，李阿姨，那个谁出门也不会带那么多现金的，一会儿去店里刷卡就行。银行卡，啊，对对对，银行卡，银行卡，银行卡我也忘带了。哦，那这啊，卡没带啊，没关系的，到时候定金一块给吧，不差这一天。那个我儿子电话我已经打通了。 明天就飞回来了，<笑>谢谢大姐。这购房款啊，签合同的时候我一定给您带来。<笑>我也把这房子跑了。<笑>哎，李大姐，来给我一看看花房，看我那花房里的花。<好>到时候这花房的花啊，什么我全都留给你啊。哎，好。又能见到你的偶像了，开心吧？别闹，想笑就笑吧。<笑> 这是合同没问题吧？来，进来，进这儿。白阿姨，你能有点出息吗？你是在卖房子，不是在买神行吗？不说话，没人等你是杨真。白阿姨，哎哎哎，来了来了，白阿姨，你好你好，买什么来了没有？哦，李阿姨，我刚给她发微信，她说她马上就到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这边请。来吧。 孙姐您好，姐姐您先请坐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大姨，水。哎呀，谢谢真真。要不您开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来吧。哎。行，去。 来了，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请您过来了。啊，哦，这是景先生白阿姨的儿子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李阿姨房子的买主。哎，这就算是定成了。这就有笑话可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啊，这李阿姨是咱们这片出了名的疯阿姨。那个钱呀。 我都带来了，我昨天晚上连夜取了10万块钱，我全拿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冥币啊！一万两万。几年前，三万呀，赶着时间去看学区房，结果错过了去学校接孩子，那孩子回家路上啊出车祸死了，特可怜。10万。 大姐，这10万定金，剩下的呀，等交房的时候我一并付清。你们俩谁给我解释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
这个孩子死了之后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就那时间啊，一直卡在买学区房这一件事上，就过不去了。胡哲沃死了？是啊，死了。你说什么？谁死了？啊？我儿子死了。你说你们这些中介。 你们不卖我房就算了，干嘛咒我儿子死啊？还有你，我跟你熟吗？我认识你吗？我到这儿来买房子，我没招你们。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。 放学了，儿子放学了，梁阿姨，怎么咬人呢？对，儿子放学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对，那就去接儿子。好，再去学校。啊，我没房子。房子的事儿你交给我，您放心。然后咱们先接儿子下学，好吗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我送你。 我有房子呀，没事吧？胡松林，你看看。丁丁，看见我老伴了吧？丁丁，你们看见我老伴从这儿过去了吗？哎呀，我这厨房正做饭呢，一转脸人不见了。丁丁呀。 你们跟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一家专业的房屋中介机构，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客户的背景？对不起，金先生，我说了，今天全部都是因为我的疏忽，我代表花园店再次真诚地跟你道歉。没事，白阿姨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您没事就行。其他都不重要。谢谢。连怎么了，郝美丽？你看他给我挠的都流血了，我这靠脸吃饭呢，我怎么见客户啊？说什么呀？咱们这片干中介的，干久了都知道，这李阿姨她脑子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自从她儿子死了以后，哎呀，她就陷在买学区房这件事里出不来了，天天到处看房子，一说买房子这事儿，一说话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对不起，金先生，你也别说了。孙店长，我两次房屋交易，两次失败，你告诉我是
去哪儿了？我等你一天了。我给儿子去看学区房去了。不是说了吗？一个人不要到处乱跑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忘了，咱们跟中介约好了，咱们要交钱买房啊。是。你好，你是？啊，我是房屋中介的。今天你阿丽累坏了，你赶快带她回去休息吧。包啊，谢谢啊，别客气。对了，李阿姨，给您一张我的名片。以后您要买房啊，找我就行。您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邵鹏程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您最喜欢的房子的。今天您太累了，早点回去歇着。真的，太谢谢你了。我们终于可以买到房了，儿子上重点学校可有指望了。谢谢啊，应该的。走吧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吃什么？烤肉吧，走。不给我，你说你又没那么大劲儿，你往前冲什么呀？还等等？没事儿。你今天是怎么来啊？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不高兴啊？我是真没想到李阿姨是这样的。突然仔细想想吧，觉得挺可怜的。请不要骚扰我和我的母亲。是不是那面瘫又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讲道理。卖套房子你就很了不起啊！我跟程真真那么努力的帮你们家卖房子，你现在觉得我们俩是骚扰是吗？那我
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什么不是骚扰啊？啊，像你一样吗？把自己的亲妈扔在国内，然后自己在国外，是不是这就不算骚扰了呀？我告诉你，程真真为了你们家房子是做了那么多，你真以为她是为了那些破中介费啊？别说了。这样，你把陪伴我母亲的时间备注个单子来，我会付钱给你们的。还有，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家来吃饭了。我不认为一个中介买房子的需要到客户家里来蹭饭吃。如果你觉得靠拉关系就给把房子卖出去的话，我只能说你们太不专业了。你还真说对了，我还真不是专业，但是我告诉你景然，我比你知道什么叫感情，什么叫做家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特别了不起，所以干什么都是对的？但是一个人没有感情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呀？喂，陪白阿姨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只是觉得白阿姨一个人特别孤独，我是真的很心疼的。程真真，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人现在都觉得你骚扰人家的生活了，你怎么还没完没了？你怎么那么死皮赖脸呢？是不是我每天说你傻你就真傻呢？啊，我真的奇怪，我不知道这种人有什么可让你崇拜的。我今天的心情很糟糕，因为在工作中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，还让客户受了伤害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在乎这个客户，所以才越关心越乱。我觉得他不会原谅我了。睡了吗？还没呢。再来两盘斗地主啊，情场失意，排场得意，咱俩强强联手赢个大奖回来。我现在睡了啊，拜拜。嘿，我这好心安慰安慰你，你还不领情，爱玩不玩，不玩我自己玩。斗地主陪你斗不停。人人都会犯错，没有关系，只要初衷是好的，真诚的心别人总会感受到的。那我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什么不是骚扰啊？啊，像你一样吗？把自己的亲妈扔在国内，然后自己在国外，是不是这就不算骚扰了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专业，但是井然，我比你知道什么叫做感情，什么叫做家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特别了不起，所以干什么都是对的？但是一个人没有感情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平时不在家的时候，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呀？我弹弹琴，唱唱歌，看看电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艾玛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明天我们去商场里面转转，咱们去吃点好吃的。
再去买几件衣服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那个柜子里的衣服多的都穿不过来，再说我也不用你买啊，可我那钱都没花完呢。吃好吃的，妈妈做。要不然咱们到了国外，恐怕买中国菜都不方便。这么多年，辛苦了。哎，我说我一直都那么忙，我也没时间陪你。没有没有，挺好的，妈妈挺好的，妈妈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再说以后，不就有你陪着我了吗？黄延鼎今天发生的事情呢，我也负有很大的责任。但是董事长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您看后面该怎么处理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还是你亲自去跑一趟吧。我原来呢，一直想跟景然合作，上次会面已经让彭程给搞砸了。没想到这一次他也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。董事长，您别着急，我明天呢就去景然家，相信我，小侄一律动之以情，他会理解的。不要想的那么简单，如果他对我们这个企业丧失了信心，那以后就更没有可能合作了。你先去安抚一下，让彭程也去好好的道个歉，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予一些补偿，如果他不接受，那我亲自出面。我想他也没那么大架子吧。行，那马上去办。记住，坏的事情如果处理好了，也可以变成一件好事。这件事情我估计对彭程的打击很大，有机会你再好好鼓励鼓励他，不要遇到挫折就气馁，想当企业家就必须锲而不舍。您放心。谁啊？不好意思，景先生，又来打扰您。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爱瑜伽集团总裁特助穆云。穆先生。景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们二位今天来是特地给您和白阿姨赔礼道歉的，请问白阿姨在家吗？我妈在休息呢。我们可以进去说吗？请进吧。景先生，我知道你忙，我就言简意赅了。今天我们来呢，是代表我们爱瑜伽的邵董事长，专程向您和您母亲道歉的。感谢您对我们爱瑜伽的信任，委托化缘店卖出您的房子。可是由于我们的失误，两次交易都出现了意外，昨天更是惊吓到了您母亲。对此我们真的是万分的歉意。您放心，给您造成的困扰和损失，我们公司会全部承担。另外，我承诺，10天之内一定给您找一个可靠的买家，并完成交易。希望您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承担损失就算了，既然你都亲自出面处理了，那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。谢谢。但是，我要求更换业务经纪人，
我不想再让不专业的人耽误我的时间，我更不想让我的母亲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这一点您放心，景先生，接下来您家房子所有的事务都将由我亲自打理，一定让您满意。不能换掉他们两个，我觉得他们挺好的。妈，二位抱歉，景然，跟我来一下。儿子，看到咱们家的院子了吗？看得有多干净整洁了吗？看妈妈那花房，这花儿开得多漂亮，这些都是真真跟小少抽空来帮妈妈打理的。妈妈住这么大一房子，守着这么大一院子，其实妈妈挺寂寞的，妈妈不愿意跟你说。小少和珍珍两个孩子忙里抽闲儿跑过来陪妈妈干活，陪妈妈聊天吃饭，说说笑笑的，真的妈妈特别开心特别快乐。小少这个孩子吧，看着那么冷，但是他怕我闷，叫我打游戏斗地主。那块毯子小少送我的，他说我一个人坐在这儿的时候把这毛毯盖在腿上可以挡挡风。我觉得这俩孩子特别善良，对人太好了。虽然他们两个人现在哈，我觉得业务能力差一点，但是他们年轻嘛，刚开始工作都会这样的。你也是从这时候走过来的，对吗？生气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现在心眼小的，昨天晚上都给你试好了，你还挂我电话？这都哄你半天了，你说。穆总好。我刚才和曾店长去了趟白阿姨家，白阿姨和景先生已经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淮安店继续代理他们的房子，而且还让程真真和邵鹏程负责。哼，谁稀罕呢？这么多人在收拾你的烂摊子，你不会现在就认栽了吧？你才认栽了。穆总已经做出承诺了，这套房子十天之内必须要交易，所以你们都给我好好努力，不要再给爱玉家丢脸，明白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拿出你们100%的热情来，谁先把这套房子卖了，双倍提成。好。穆总慢走。跟你说话吗？说话呀！哎，不能生气了，听见没有？正事儿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俩必须得赶快把这房子卖了，你赶快找客户去得。凭什么要我找？你呢？不是我，你像我这种，那得是等你找着客户，然后我拿语言去攻破他呀。哎，我是干这事儿，你得先把客户找着了呀，是不是？找客户去。客户这儿就有，等你，黄花菜都凉。可以呀，挺快呀，这动作，啊。喂，是杨先生吗？你好，
我是那个爱宇家的，对，我叫邵鹏程啊。那个前段时间你是不是在我们这儿登记了一个这个买房信息啊？对，我们现在找到了一套比较适合您的房源，您现在有时间了解一下吗？啊，槐树里的房子呀，那太好了。那明天上午您来我家好吧？好的，谢谢啊，辛苦您了，明天见。写作业呢，加油啊！刚才是中介来电话，说是明天上午来家里，他们帮咱找了一套槐树里学区的房子。有了这套房啊，就不一样了。有了这套房，我们家小艾文，那可就是重点学校的小学生喽。妈妈，我写完作业了，能不能出去玩一会儿呀？不可以，你忘了今天还要练两个小时的钢琴，过几天就要考级了，练琴不能落下的啊。哦，对了，艾文，爸爸今天帮你报了一个英语班，从下周开始，你每周要上3次的英语课，马上就是重点小学的小学生了，这课程可不能落下啊。哎，你乱安排什么呀？我都给艾文报书法班了，先好好把书法练上3个月，那英语什么时候不能学呀？你懂什么呀？书法什么时候不能练啊？这英语很关键的，像艾文这个年纪，正好是学语言的时候，可不能耽误了，顺序不要搞错了。懒得跟你讲。儿子，你告诉妈妈，你是想学书法呀，还是想学英语？你想学哪个，妈妈就支持你学哪个。我想打篮球。艾文，爸爸跟你说啊，打篮球以后不能让你有饭吃，你马上就要上小学了，当前的任务学习是最关键的，知道吗？不许总想着玩啊。骆小姐，来，快请进。您先喝杯水吧。嗯，我不喝水。邵鹏程呢？嗯，他出去见客户了，要不然我帮您打个电话。啊，不用了，他也没接我电话。我也是客户啊，怎么没见他像你这么殷勤？我估计他是因为白阿姨家房子的事儿吧，他不太好意思找您。你说邵鹏程不好意思见我？对。我还以为他怪我。不会，您看。白阿姨家这房子呢，好归好，但是千好万好，那不如客户买的舒心好啊。那不喜欢，肯定就是不喜欢了，不能强求啊。我们中介都懂这个道理，鹏程他肯定也懂，您就放心吧。你这么说有道理啊，是吧？骆小姐啊，我这手头也有几个挺不错的房子，真的也是千挑万选的。您看您今天有没有空？我带您去看看，万一看中了呢？可是我还想呢。也是，您还得等鹏程呢。那咱就改天，今天我就在这儿陪您等他。算了，不等他了。凭什么我每次等他呀？我觉得你比他专业。走吧，你陪我看房。真的？嗯。好嘞。走吧。我们是从安居客上看到你们有些安选房源还不错，就找到你们。所以我们的想法呀，是一定要换一套好的学区房。我们家阿文非常聪明，书法、钢琴、画画，样样都好。这样的小天才可不能被埋没了呀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杨先生、杨太太，我再给你们总结一下啊，你们的要求呢，就是在槐树里的房子，然后小区要安静，要安全。离槐树里一小和二中呢，不能走路超过15分钟。原房东最好是一个书香门第或者是儒商，房子最好是在1楼，还带一个小院子。啊，你们看我总结的对不对？很全面。行。不，那个二位，就是这样的房子吧，价格一般都会在1500万以上，这个你们二位能接受吗？哎呦，
这个我们从刚怀上阿文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刚才那对夫妻，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焦虑症，一心就想着让自己的孩子非得按照他们的规划活着，就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天才，就必须得会什么弹钢琴啊、画画啊、书法呀、英语啊，反正乱七八糟的，全世界能让他们儿子学到的全都得学。但是你说，哪一样不是家长逼的？每个月还掏着那么多学费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。在我看来，全凭兴趣，无师自通，那才叫天才。那你老说自己是天才，你无师自通啊？不是有句话吗？说孩子还是自己家的好。杨太太想让自己孩子成才，以孩子为荣，没什么呀，哪就引得你那么长篇大论？不是，家长啊，望子成龙，这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看他们，你说那孩子在他们这成长环境中能有快乐的童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听我的。对于这种客户啊，他们就是买到越好越贵的房子，他们就觉得孩子的未来会更好。所以咱们俩就捡着那贵的房子给他们看。那怎么行啊？哎，邵鹏程，你别老出这种馊主意行吗？客户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好好伺候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多花一分钱。我说你这人死心眼吗？别真死心眼，这种人就是花钱买心安，懂吗？八姨，喂，八姨，这几天没给您打电话，你身体好点吗？我好多了，我就是想你们，你们都好几天没来了，想你跟小邵啊。我们也想你，我们这几天不是忙着给您找房子的买主吗？哎，您一会儿有空吗？我和小邵来看看你。哎，方便方便，你们来赶快来呀，我都想你们了。哎，正好你们过来吃饭啊，我请你们吃好吃的。真的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下班我就过来找您。行，说定了，挂了啊。儿子，儿子，小邵他们一会儿来。咋了？不告诉你。啊？哎，你觉得我穿白的好看，还是穿红的好看，还是穿蓝的好看？裙子，我穿裙子好看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咋？啊？这乌漆抹黑的是什么呀？这能吃吗？雪菜肉丝，挺好吃的。嗯？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是吧？你再尝尝这个，这个有点辣。嗯，这也还行。你要是吃不了这个辣的呀，你就多喝点这个鱼汤。今天天气有点冷，多喝点鱼汤可对身体好。你平时就吃这些啊？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合您的口味啊？嗯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那就行，我这是为了招待您啊，才点了这么多菜。要搁我平时自己，我就点一荤一素了。